但我很努力在勇敢。谢谢大家。怡晨，我觉得凯凯的意思其实是，本来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，那他可能会有一点压力，一点情绪。其实他真的很希望这么用心的电影给大家看到。那可能包括导演组啊、其他的演员啊、武术组啊、制作人、制片人等等。所以，我只是希望就是大家如果看了如果喜欢，推荐给更多人知道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超级英雄，但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心中重要的人，那个最重要的英雄。对，这个比拍哭戏还难呢。要勇敢，唱三分钟就好了。我忘了怎么唱了、啊。中。不要这样为难我，我可以帮你做很多其他的事情。对，差不多。来，再给你一个要求，你再提另外一个要求，有没有别的？还是他讲那一句话，我一直想要他再讲一次，什么什么什么是就是我的超能力？对你讲那一句话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这个可以吗？哦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爱你就是我的超能力。好，来下一个问题。